江默寒，我要你血债血偿。 刚才你那仇恨的眼神，就像是要把我生吞活剥了。我想知道原因。还不是如梦那个丫头，非要在《浮生欢》办场话剧，叫《所爱三生》，讲的是一个女子被未婚夫害得家破人亡，变身舞女复仇归来，反复失忆又相爱相杀的故事。怎么样，听起来刺不刺激？ 听着挺耳熟，所以呢？我在帮如梦捋剧本的时候，发现有一个点，怎么想都想不通。什么点？面对这样一个又爱又恨的人，该怎样复仇，才最痛快？死是件很容易的事，当你坠入地狱。 江默寒，复仇的倡议要慢慢品。你要财富，那我便夺走你的财富；你要地位，我便让你身败名裂。你想要爱，我便以爱为甚，杀人诛心。 我不知道你是谁，我也不想知道。不过每个人的生命都很宝贵，好好珍惜。
莫寒，这个就是我的妹妹清欢，她一直在外地上学。居然是他！大帅突然到访，肯定是有要事找我姐夫。嗯，我去找他。大帅，哎，江老弟，走，我们里面聊。哎呦，江老弟呀，你到底什么时候才能帮哥把谷主找出来呀？最近有了些眉目，再给我一点时间。不是我不给你啊，是我们和日本商会合作在即，谷主不出我心难安啊。他害我整条走私线全没了，你知道这是多少钱吗？是我失职。凭你的能力，如果再找不出顾州，我就把你当做顾州啊。是。你在这儿干嘛？大帅，这个女人在门口鬼鬼祟祟，定是偷听机密。什么机密呀？大帅一向看重我姐夫，我只是拿个果盘招待大帅而已。倒是你，有何居心？胡说八道！你突然出现在这里，这里是督军府，我去哪儿还需要向你汇报？敢在督军府放肆，嫌命太长了。好了，都是误会，算了。算个屁！我每天忠心耿耿，鞠躬尽瘁，擦不完的屁股，你算什么角色？敢骑在老子头上作威作福，别给老子惹急了，老子不高兴，谁也别想高兴。哎，来，好了，好了，好了，还不向于小姐道歉？对不起，于小姐，请你原谅。就只是说说。江老弟，不打扰了，我们走。曹队长，今天最新款。哟，姑娘，看一看，我这儿都是刚上的新样子。这帕子很洋气的，我这布都是今年最新款。小姐，这帕子像是苏绣啊，好工艺啊！掌柜的懂行，阿姐想让我做一身旗袍。你们这里可有香云纱？是顺德货还是南海货？顺德货抢手，南海货名贵，都想看看。小姐原来是行家呀，都在仓库收着呢。您进去看看。好。哎，您请。这边请。我就知道你一定会来，阿宁，顾州有危险，
坐下说。江梦涵已经锁定了怀疑对象，正在全力追查，你是知道他的能力的。孤舟是星火会插入北周心脏的一把利刃，也是整个北周站点的负责人。没有他的命令，我们谁都不能擅自行动。没有人知道他的消息，哪怕是遇险，甚至遇害，也是生死道消，不为人知。安宁，我想加入星火会。为了铲除江默寒？不全是，我有能力，也有自己的情报网，可以配合组织行动，事半功倍。那完全可以只是合作，为什么想要加入？我想走姐姐走过的路。以前我跟姐姐相依为命，无话不谈，到现在我才发现，我对她竟然一点都不了解。她是为什么加入星火会，又是为了怎样的信仰甘愿舍身赴死？姐姐，姐姐，你等等我。姐姐，我好不容易放假回家一趟，你都不陪我。乖，姐姐还有正事要忙，以后我的欢欢才能长长久久的幸福安康，不致流离失所。所以我想走姐姐走过的路，加入星火会，不能让她白白牺牲。于清欢同志，我代表组织正式接纳你加入星火会。你的代号是柳岸，你的第一任务是，江默寒正在寻找孤舟，你要利用他找到孤舟，并暗中保护他。全程戒严。持续的喜欢，我还以为你是天使，守护我的天使，看尽我所有的样子，直到现实都被充斥你理智的样子。你终于脱离了现实，我听见小孩人潮全都因你喧嚣，躲进雨后海角，听不见你纷扰，于是敞开最后的拥抱，你却从缝隙中逃跑。